哦，巧克力出来了，姐姐。我这牛奶出来。你的只有牛奶，你的又没有巧克力。姐姐的比较有口味哦，因为有巧克力。我的也有口味啊。是啊，那你下次想要加什么东西？加醋、拿薄荷，因为我们家里有薄荷，用那薄荷直接放进去。是薄荷，吗？然后再加巧克力，薄荷和巧克力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你好聪明哦。好啊，那弟弟你要做什么口味？芒果，你要做芒果？那我们家有芒果吗？是哦。没有，没有啦，没有芒果啦，没有那芒果。有薄荷而已。对，是那……妈妈买等芒下，果，薄荷是一种草，为什么我们家会有薄荷？为什么我们家有薄荷？是谁？对了，嗯。薄荷冰淇淋，怎么了？薄荷冰淇淋，哦，薄荷冰你把淇淋，整个巧克力咬出来了。薄荷冰淇淋。和冰淇淋，好，这样。姐姐，你吃的太夸张了，吃的太夸张了。